心中都变态。反正就这两个人可以找而已啊。最多只能四人。对啊，还没抢到哪一局，前桌啊就是这样子。就你是有四的，已经够多了。也够用了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四人吗？哎，就是啊，你看，看三四人。那个是什么符咒吗？谁在那里放技能？不是那个，我的普攻能。你的普攻啊？嗯。哎，你要按你加技能吗？就打你。你要补血吗？好啊。过来。哎，已经可以补到18了。这样相当不错的。所以是按一次性的可以补2次，所以是等于2次。按钮在哪？前方。在哪？过来一下。你这边他抓到什么，他就不会真的死啊？没了。哎，还没抢，没抢，没捆绑住，是什么？我一边。不要丢我一个人啊！我在哪里？我去救你了，等我。我等你。还是我应该等时间到？等时间到的话，就我应该是保持这个房间里的。等我。看到你了，我的后面好像很忙。俺不知道哎，你要进来喝口水。口水不好喝吧？用水的，好水。哎，我喝电泉的口水。可这里没东西啊，就只有一个补命装置而已。就补个血而已啊。补装置。啊，有魔王战的是、啊。
他弱点少，佛祖进了风属性，那他血很厚，超厚的，我上次打到才八分，我跟你讲。好。而且那打很痛，所以要记得就按两下躲避。我不是只按两下。红毛猩猩，有看到？哎呦，红毛猩猩哦，那个不简单。看来这只怪物它的血是挺硬的，它叫什么？岩石熊。岩石的血是超硬，好不好？哎呦。好痛，真的好痛！我跟你说都很痛。岩石熊的体力降低也废话，如果不降低，要等他哭死了你。哈哈，我看到后面的，哎、欸，我打他一下300多、200多，哎、欸，481耶！哦，他现在有弱点出现了。我先拿大剑好了。感觉大剑比较痛。我看这些少女的体力好吗？好。前后被打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怎么感觉你很爽似的？不是他，没有，我是针对有被丢出去的，好像。哎，死了。感觉好像没想象中的难打。不明显。哎，好多武器啊、哦！这下捡一下东西，所以先不要回去一下。我也在捡东西啊。哎，大哥，怎么不给我捡？满了，一定是背包满。嚯、哦，大刀！可是没有比我现在什么阿尔宝剑还要强。你满血了哈？应该是吧。好了，剩下的东西我回去再整理啊。哎、欸，回去之后等我一下，因为我要把我的午餐拿下去。好。我要把碗拿下去。晚餐。碗盘。哦哦，好好。